向前，我喜欢突破的感觉。进球更加让我享受。头球，后点机会，转身打门，球进了，漂亮！广州恒大队扳平了比分，郜林的入球。在球场上，不管顺境逆境，我们从未想着退缩，这就是我和广州队的性格。我只想着向前，向前，进球，进球，进更多的球。郜林，好球啊！好吧，机会，漂亮，漂亮，又是郜林。还是直接起球绕后点头球攻门，哇，太精准了！中超冠军不是目的，我们会更加努力。